放在那个冷水里面泡上几分钟，把淀粉去掉。放在那个开水里面摊个30秒，然后主要是为了保证那个菜的成色好看、脆性，然后立起来。锅里面放到那个菜油30克，烧热了，下青红椒丝，然后干辣椒、花椒，然后炒香了，然后就是我们下那个川熟的土豆丝，放10克盐、5克味精、5克鸡精，把它翻转几下，炒出来这个颜色很清澈、脆薄就起锅了。